要懂着同样的节奏，现在走着同样的道路，未来还是个未知数，我们充满信心的胸怀去面对我们的未来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。随随便便就让他搬进来住，你还替他买床啊？因为我知道他是谁。他谁？他就是他们派来侦查我们的密探。不可能啊。哎，你没看到他到我们家来，两个眼睛像探照灯一样，到处查看的。还有他跟那个包打听律师喝酒的时候，哪像刚认识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娃娃，你不要瞎猜呀。我瞎猜。嘿，你想想看，你不是说你根本不认识他吗？是他自己打听到我们有两个孩子，然后就毛遂自荐跑来说要当家庭教师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他一到我们家门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就决定了我的猜疑是对的。那你就更不应该让他搬进来住嘛。哎，不如虎穴焉得虎子啊。而且你看那个包打听律师到现在没有结论给我们，就是对你还有疑问呢。嗯，哇！我只是来跟你们说晚安的。我们也正要睡呢，晚安。毛病我最清楚，你再花心啊，你自己的大事都会破了耶。以后当着他的面，我们要更亲热一点，哦，知不知道？这我。好啊，好啊，哎呦，你，哎，你是谁啊？我叫双双，是叮叮当当的新家教。哦，想必你就是那个新镜子。啊，新进的啊，我是说陈俊孝。哎，就是我。嗯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你好，你好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有没有怎么样？来，扭到了。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。小心，小心。我帮你看看，我帮你看看。爸爸，哇，这下子有好戏看喽！怎么样，有没有好一点？是娃娃的老公，我不能来，谁能来？我去世啦！你要弄清楚啊，我是娃娃独一无二、如假包换的老公啊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啊！哎呀，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呢？好漂亮的花哟，莫非这是送给
沈太太的。沈太太，哎，不，怎么可能说给沈太太呢？哎，老朱，来，我送你回家，吃药。哎，我没病，吃什么药啊？没病，没病也可以吃药啊，长点头发。啊！哎，我的滑蛋。叮叮当当，珊珊阿姨，功课做好了没？早就做好了。嗯，好乖，松松阿姨有奖，来。今天不可以跟珊珊阿姨无礼。嗯，好，这是丁丁的，这是当当的。哇，好棒啊，是机器人呢。嗯，比上次陈叔叔送我的还要大。哦，陈叔叔常常送礼物给你们呢。没有啦，买多了妈妈也会骂。哦，哎，那陈叔叔跟妈妈很好喽。嗯，有多好？很好。就是像吵架的这么好，吵架的这么好啊？嗯，那他们有没有住在一个房子里啊？有啊，我们大家都住在一个房子里。阿姨，你不是也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吗？哎，老魏啊，你老哥这一次是真的失恋了。他们两个不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哎，他还口口声声叫他老公哎！啊，娃娃，娃娃叫他老公啊？意外吧？哎，他不但口口声声叫他老公啊，他们俩还亲亲热热的搂在一块儿，哎呀，简直是旁若无人的。啊，真是太过分了！哎，他明明说他喜欢的是我耶。哎，他喜欢你有什么用？她不可能因为跟你是好朋友而嫁给我呀！哎呀，我说的不是娃娃啦。好了好了，别人呢你就不用跟我讲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老哥我可是专情的很，除了娃娃，我谁也不要。我也很专情啊，问题是他不专情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嗯，我看这个事啊，不能就这么发展下去。这么下去的话，失手祸灭。他们多少会沾上一点啊。哎，朝夕相处，共居一室，哎呀，迟早会生情的耶。哎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嗯，先把他叫进来问问就知道。叫谁进来问呢？哎，俊孝啊。对对对，叫他进来。陈俊孝，干嘛啊？进来。嘿，小朱，老朱，你叫什么？啊，经理。还在那儿装帅。对啊，俊孝，你呀、啊、不要装蒜了，你一五一十啊，把发生的事情通通说出来，啊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搞不清楚。哎，就是今天早上在你们家发生的事情啊。哦，那件事情啊。哎，来来，他。可是现在时机还没有成熟，我如果说出来的话，娃娃一定会生气的嘛。啊，那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啊？总不会是要等到你们两个当当当当走进结婚礼堂以后才成熟吧？走进结婚礼堂，绝对不会走进结婚礼堂的吧？哎呀，老公老婆叫的那么亲热，还不结婚呐？哎，叫归叫，结婚归结婚，这根本是两码子事儿啊。啊，这么说，难道你想始乱终弃呀？始乱终弃，这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事情，怎么能够叫做始乱终弃呢？陈俊孝，你简直是太过分了吧！你这样子欺负人的你，我什么地方欺负人呐？我告诉你，娃娃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许你欺负他。你我欺负娃娃？我谁说的？我老哥说的。刚刚你不是也承认了吗？我承认什么？我可没说什么。哎，你不是说早上看到俊孝跟娃娃两个人搂在一起好亲热吗？谁说他了？我是说娃娃的前夫啊。啊？
对不起啊，我弄错了，对不起啊。老哥啊，你这个人怎么搞的？说话也不说清楚，你想害死我啊？白白打人家一巴掌。娘，嗯，是你自己没听清楚吗？哎，嘿嘿，我可不管你们弄清楚没弄清楚啊，我可是清清楚楚来了一个巴掌啊。军校，疼不疼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给你护护啊。哎，走开啊！我给你护护。陈主任，现在好多了。有美女来访。啊。嗨。哎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呢、啊，特别有女人缘。算了吧，我要有女人缘的话，我就不会是王老五了。我是说真的，我一看到你就觉得你很顺眼。我发现那个娃娃对你也特别好啊。别开玩笑，娃娃是人家的老婆呀。娃娃啊也特别有男人缘，你看那个叫什么老朱的，还有你，对他都好好哦，好羡慕。我对你也不错啊。真的？对啊。那我如果有事情要请你帮忙的话，你会不会答应我呢？只要我能够做得到的，就没有问题吧。你说吧。我要你当我未婚夫。啊？未婚夫？嗯，别紧张，是假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妈妈呀，老是叫我回去相亲，我想拿你当我未婚夫来堵她的嘴呀。这堵得了一时，也堵不了永久啊。那是我的事情，你只要告诉我你肯不肯答应我就行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怕娃娃不高兴对不对？别开玩笑了，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是答应了？好吧。那太好了，为了感激你帮我这个忙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亲自下厨给你做几样好菜，祭祭你的五脏庙。你会烧菜啊？那当然了，那可不是盖的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你做我的下手，这样子呢，我们也好趁此机会好好的培养一下默契，以免将来穿帮。人在你手上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嗯，好。不过依照本大厨师的意见呢，我觉得我还是把你给红烧了好了，红烧比清炖入味呀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没呀？菜切好了，来来来，快呀，来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可以，来来来，菜切。哎，还要不要什么？还要两个番茄。两个番茄，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嗯，番茄好了，来，准备哦。嗯，哎，好，还有一个，来，呜，哎，绝杀，哎，还要三个蛋，啊，还要三个蛋，啊，好，慢来，慢来，哎，来来来，蛋来了，注意啊，煎好啊，哎，不可以，这个是变化，不用煎的，不行，蛋给我，蛋给我，不要煎了。没什么，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谈恋爱了。哇，恭喜啊，恭喜你啊。对呀，要不是那个陈俊潇向我表白的话，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心里偷偷的都在喜欢我耶。你是说就是那个住在我们家的陈俊潇？对呀，就是他，要不然还会有谁呢？我知道了。陈俊孝，看不出你那么花心。嗯，味道好像很好哎。你要不要尝一口？哎，汤也好，汤啊。来来来，那先喝。
先尝一口，来。我尝尝。嗯，好不好？好吃，好吃。哎，老王，要不要也尝一口？来。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我好好的品尝，好好的享受。啊，好。哎呦！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刚刚烫到了。哎呦，好可怜哦。烫不烫啊？有些东西吃起来是很烫嘴的。啊，沈先生，你也怕烫嘴呀？嗯，当然，你们要尝一口啊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哦哟，哦，好香好香啊！对不起，我错，我错。老王，这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哎，对，没关系。我老婆会帮我洗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对了。好香，好香啊！对不起，老王，这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老婆会帮我洗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对了。是，还好没沾到油污啊。要沾到油污的话，我看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。哎呀，何必费事去洗呢？把旧的扔了，换个新的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对，越早越好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嗯，俊孝，我们呐菜弄好了，赶快来帮忙，让这对老夫老妻带着他们的吉利以及小叮当啊，好好的尝尝我们这对未婚夫妻合作的成果吧。你妈？哎，你别搞错啊！哎，什么叫做搞错？我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说好归说好，可是，哎呀，那是细节问题嘛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来，帮我端汤，快！我来帮你。哎呀！根本都还没睡着嘞，那不要躺着，我带你去看戏。哎，现在已经三更半夜了，你跟我开玩笑啊？走吧，帮你好看。哎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嘛？动作要轻一点哦，跟我来。哎呀，什么好看的嘛？从现在起，你不能再理那个陈俊晓了。笑话，哦，你就可以脚踏两只船呐，拿着前妻当老婆，哼，我李双双不是没人要，哦，我就不可以交个男朋友啊？啊，我已经开始觉得头顶发绿啦，绿荫照底才凉快。双双啊，双双，你明明知道我对你情有独钟，你何苦修理我？算了吧，情有独钟，你对全世界女人都情有独钟。你看看你对你的前妻啊，就像八爪鱼似的缠着他不放，你就恨不得一口把他给吃下去。双双，你也太不了解我了。哼，你该不会说我是 XO， 他是米酒了吧？双双，拜托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100步我们已经走了99步了，你再忍耐几天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双双，拜托啦。喂，我是，啊，胡董啊，您好，哎，是，图样正在改，我知道我耽误了时间，但是我最近实在太忙了，因为我，哎呀，叮叮当当，哎呀，谁叫你把白天玩具乱扔的啊？是少少阿姨丢的，胡说。是真的。哎，你袜子怎么只穿一个？我的袜子破了，陈叔叔说要帮我缝。你骗人，好好的
没有破嘛。妈妈说过不准骗人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听话？我们不想挨妈妈的骂，也不想惹妈妈生气啊。爸爸说善意的谎言没有关系的。他们说的算不算是善意的谎言啊？你未来的老婆不在家。我是特别回来，有事跟房东大人禀报的。说我们可以亲热闹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这说不定是个陷阱，哎，小心给他们逮个正着。你瞧瞧你那个样子，色大胆小的。色大胆小？谁说的？我说的。哎，娃娃，你们回来了。哎，叮叮当当，还有吉利呢。我看啊，他们还是不在的好，免得你们两位难堪呢。娃娃，你听我解释，你不必多费唇舌了。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你要交什么女朋友都不关我的事。对对对，还是娃娃明理。娃娃很明理，可是我不太明理啊。你们把我们当猴耍。娃娃，我，你什么？我看你还是好好享受我们为你准备的欢送宴吧。欢送宴？这是为我？娃娃，我知道我这么做是不对，可是就算这个样子，我们也不应该说。我们应该以大事为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决定不再帮你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不能因小失大，我不能让叮叮当当学得满口谎言，是非不分呐。好，我去开门，我去开门。哎，娃娃，你听我说，只要钱一到手，我给你请十个、八个，甚至20个家教。这样叮叮当当的教育就没有问题了吗？我也知道，但是呢，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，不是以身作贼。来来来来，请进请进。哎，包律师，哎来，坐坐坐。包律师，你怎么了？你看我脸上哪里还有空？你们雪打我好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知不知道全台北有多少个沈大人呢？我找了11个了，可是。全都不是我真正要找的继承人啊。你的意思是说你也不是啊？跳动着同样的节奏。哎呦！竟然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背着老娘和眼里人鬼混，还骗我说加班，还骗我说加班。哎呦，哇塞，顺手你打的。你说老婆，你看连那位太太都说你那么凶，你不要那么凶嘛啊！说我是太太啊？喂，你上哪会坑啊？尽管去我家闲事来了，你是谁啊？老婆大人呐、啊，我跟你回训教室了，要在这丢人现眼了嘛？怎么，妈妈已经来了？哦，你一定就是那勾引你老公的狐狸精啊！妈妈，你看你老公长那么熊样，谁要勾引他？是搞错啊你？你以为我看上你啊？我看你啊，瘦得像一手漂亮的难民一样。可是我要难民，你说什么你？你说什么？你给我过来！走了走了嘛！过来啊你！走了走了，真的是什么样的？你以为你长？你说什么了？莫名其妙！走了吗？不要吵了，听话，你别拉我姐，我揍死你！小心！哎，你别走啊，别走！哎，小总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！啊，小总，你下来！管人家闲事，神经病！哎，你
个混蛋竟然叫我太太！你看我这个长相，我这个打扮，我怎么会像是太太呢？我像吗？他大概是说你不像是看上去嫁不出去的样子嘛？什么？我的意思说，你看上去是被人拼命的追，追的百不到，只好嫁了的样子嘛？哎，那可不。哎，我这是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气，怎么那么有？你看他那个老婆竟然说我是像那个嫁不出去的老处女一样，我会像老处女吗？不是，他的意思大概是说，你实在条件太好了，人家配不上你嘛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说的也是，我小猪不嫁是因为现在男人素质太差了，我怕，哎呀，沾上他们之后就像口香糖一样甩都甩不掉啊。老李，你知不知道，那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又纵观天下大事？还知道男女姻缘关系，那个号称现代月下老人的蒋大师啊，当然知道啊，那是个有名的预言家，哎，同时啊还懂得星象学，还会批八字合婚呢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就是他。哎，我听说啊，他已经私下里正式宣布，这个月是旷男怨女月。哎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哟、哦。什么叫旷男怨女？哎，就是针对那些男未婚女未嫁，缘分不到没有对象的人呐、啊。这消息可靠吗？哎，绝对可靠。哎，你听说过贾大师吗？进来。哎，经理啊，小朱啊。那个服装秀的模特到底准备好没有？我跟你讲过几千几万遍了，在公司就要叫我经理，你为什么老要叫我小猪呢？小猪是回家以后的事情嘛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服装秀的模特到底准备好了没有了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啊，哎，你仔细的看看，我是不是真的很瘦啊？哎，你不是自己想要客串模特儿吧？你搞清楚好不好？我哪像那些爬爬扁啊！哎呀，单扁四季豆那个身材，我身材都正得很呢、啊。对了，小不，经理啊，你身材是恰到好处了。当然，那可不，那仔细瞧瞧，这是多一分嫌胖，是减一分嫌瘦，对不对啊？像我这种身材，哪有这么标准的难民身材嘛？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、啊？好了，经理，我们不谈这些好不好？真的，明天啊、哦。十号，我的企划案就要交出去了啦。十号，十号到了，就是明天嘛。哎呀，这个月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动，什么动静啊？没什么了，没什么了。谁呀、啊？嘿，嗨，嗨，我都在啊，君强你也在啊？哎，娃娃，哎，到现在有没有发生什么艳遇啊？哦，你说那个旷男怨女月啊？哎，怎么搞的？好像一点都不灵哎！不许，我们不算那个旷男怨女嘛。哎，对不起啊，你们在说什么？就像你不知道了，前两天我们听阿达说起哦，说这个月啊，就算未婚的男生女生啊，只要加把劲儿就能够成双成对耶。哎，哦，我以为什么呢？原来如此啊。啊？哎，小猪，就不晓得你贾大师住哪，要不要去问问他哦？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哎！哎呀，你该不会是也想结婚了吧？真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旷男怨女月啊，作为服装秀的促销重点。哦。哎，如果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想要推销自己的话，他们就会注意包装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的炒菜哎！哎呀，不要吵了！哎，你先坐，先坐了。坐，小笨蛋！哎呀，我也可以知道更重大的消息跟你讲。什么事情嘛？唐熙上场后，我要找个前排的好位置。当当当当！你看，这不是俊晓他们做的广告吗？哎呀，不是这个啦，那边呐，那边，嗯，啊，旷男怨女月，这不早就知道了吗？啊，你早知道怎么不跟我说嘞？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呢？哎呀，一定是真的啦！你
你不知道哦，我最近这个眼皮哦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我就知道一定有人偷偷的想念我。真的啊？我的眼皮也常常跳啊，是谁在想念我啊？哇啊！我快要嫁出去了。真的，恭喜你啦！太谁啦？新郎是谁呀、啊？今天都够懵啦，当然就是猪猪啦。猪猪啊、嗯！你不知道，他最近那个小眼睛哦，对我拼命的眨眨眨，在给我拍电报呢。那你们是来电了？哎呀，那可不！啊，老猪叔叔又要惨遭修理喽。啊，晚上陪我看星星。看星星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听人家说啊，这个7月7号啊，就是这个牛郎织女会面的日子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啊。嗯嗯嗯。如果在这天晚上看星星的话，会走桃花运，说不定啊，我们会碰到了我们的牛郎哎。真的？哎呀，说不定哦。还牛郎呢？我看你们啊，大概碰到野狼，你们俩都被吃掉算了。管他什么狼，反正有个狼就好了。嗯，嘿嘿嘿。哦，娃娃啊，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皮在跳，在跳，你要走桃花运。桃花运，我看像撒野呢。哎呦，陈叔叔，你快表示啊！真笨，气死我了。气死我了！你又干什么？他们在干什么？在等牛郎吧？嗯、哦，不，在等情郎。嗯，我看在等你个头嘞！现在都几点了，你们还不去睡觉？小孩子坐着干什么？去睡觉。好吧，去睡，好吧。好的，去。你看那些大包叠小包啊，叠落汗了。哎呦，没有关系啦，我们当作在做好人好事，积一点德，一家家能吃多少嘛？加减嘛。嗯，对了，好在我有毛皮大衣，他们没有那么容易得逞。哎，糟糕！哎呦，乌云密布哎，一点星星都看不到啊。嗯，好多人的好梦会成空哦。哦，可怜。哎。耐心一点啦、啊！你没有听人家说这个好事多磨，大器晚成，后进不济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后来居上啦。宝宝，你是吃错药了是不是？怎么头脑不清楚，听人家随便摆布呢？哎呦呦呦！你怎么这样说话嘞？人家娃娃他也想嫁人呢、啊。哦。就这样子坐在院子里面赶蚊子，他就可以嫁人了。嗯，我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嘛。哎呦，好大一个蚊子！哎呦，对，打得好。我看啊，这是寡妇死儿子，我看没什么指望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娃娃，你的缘分来了，飞机。对呀、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，这个飞机怎么那么刚好就掉在你那边呢？哎。对，我看，这个、啊、大概是你那位牛郎哥哥啊坐来的飞机、啊，你赶快把它打开看看，他说不定坐在里面等着要下飞机呢，啊、还带着订婚戒指来看你。他说，亲爱的娃娃，我这个以贾大师为媒，特地坐飞机来看你。金笑，你到底是干嘛嘛你？我怎么晓得、啊？哈哈，我知道，家丑啦。加醋，开玩笑，我吃他的醋，不可能了。嗯，是有一股酸味儿哦。加醋。
起，也没什么丢人的嘛哈。我有同感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了。你以为我有话跟你说啊？没关系了，你不说就算了，反正我是不会跟你计较了。是我不跟你计较才对呀。哎，那你刚刚为什么跑来敲我的房门呢？明明是你在敲我的房门呢。我这下糟了，弄巧成拙。我是无辜的。大石头路，别大石头路。妈妈今天心情真好，这都是我的功劳哎。我捡到。什么？嗯，嗨，我。嗨，老朱。哎。哎，这花哪来的？金巷买的。哦，陈叔叔终于开窍了。那我这花，我要看见，说我要看见，说我要看见，你找到了。妈妈，你找妈妈去。妈妈，谁叫狗爬上我的头了？哦，这别生气。哎，怕养的，怕养的人啊，以后怕老婆啊。啊。老朱伯伯，那你怕不怕人？我不怕呀。又一个怕老婆的。哎呦！哎呀！哎，撞不倒我吧？我告诉你，嘟嘟嘟，这都是肌肉呀。肌肉在哪？我肚子好饿。啊？肌肉。我看像面包一样软嘛。去去去，两个小鬼，进去进去进去。姐，几天不见，什么时候变成这个健康宝宝的样子？嘿嘿，姐，你看看，这个架势，朝南他会不会喜欢我呀？朝南是谁呀？他是小弟的未婚妻哈。未婚妻？哇，你什么时候订婚啦？啊啊，不，还没有了，不过也快了。我认识他已经一天零七个小时又三十五分钟了。哟，认识才一天多就论及婚嫁了？那认识一个礼拜，小孩不都生下来了？啊啊！这个你们就有所不知了。啊，超男呢，他不但是个运动健将，他的实力还很坚强。嗯，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速战速决的，速度非常快，就好像砍瓜切菜一样，咔咔咔。统统解决了。哦，你是说超男把你当习惯了？咔咔咔，三下五除二就解决掉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郭凡不行，你是我们华家唯一的命根子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的。哎呀，姐不是了，我跟他呀，哎呀，是一见钟情，两个人的目光啊，一对上了眼呢，就好像触了电一样。哎呀，我们之间真是有缘呐。我也是莫名其妙的，一不小心闯进了他的球赛里面，把他们球赛搞得是七零八落，人仰马翻呐！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嗨，你猜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哼，这爱情病出来的火花，就好像一把锐剑一样，刺伤我，燃烧我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这老太太打飞脚要悬了，这是。嗯。你有没有被烧伤啊，郭凡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过呢，也快了就是了。假叫鼠猪，你是烤乳猪，我的也是烤乳猪。哈哈，哥哥，我看你才像一只烤乳猪。哎，对了。哎呦，弟弟啊，你还是多保重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哎，姐，这个为情发烧，为爱点火呀。老姐啊，这个爱情所病出来的火花是无法抗拒的。明天我们俩要去晨跑、游泳、打球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罗曼蒂克的烛光、轻柔的音乐，再加上热情如火的我。哟，珊珊说的对啊，这个月是旷男怨女月。
像不凡这样的剩菜剩饭都有人要，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让 no 变成 yes。请问那个陈军校是不是住这儿啊？哦，你是陈军校旧金山来的朋友啊？你们认识啊？哎，何止认识，他住我这儿啊。哦，我不知道陈军校已经结婚了，还有两个这么大的儿子。啊，不不，你弄错了，我们还没结婚。哦，你们是同居人？哎，是。啊啊，不，不是你想的那种，而且叮叮当当也不是他的儿子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懂了，买一送二。啊？不。不啦，他是我的，不，我是他的房东。我的热情啊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吴太太，看看看看，我今天这个打扮，这个造型，是不是很有男性的魅力？哦，稀疏的头发，细小的眼睛。满脸的络腮胡，哎呦，我为你痴迷呀！啊，因为闻到我身上有很浓的古龙水味道。哎呀，我不管那是什么古龙水呀，是龙骨水呀，反正我就是为你疯狂啊！哎呀，对了对了，我就是用你疯我疯大家疯这个牌子。哎呀，没想到还真管用啊！如果说我现在向你求婚的话，你看怎么样？你给我求？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啾啾，我答应你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不知道你这么爱我。小姐，不知道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哎呀，有啊有啊，我半夜半晚空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晚上哈，我请你到我家去。没问题，我们两个要好好的培养一下感情，将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。一家人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卖给谁呐？反正我今天就是答应跟你共度良宵。哎，吴太太啊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哎，我已经跟别人约会约好了，要跟别人一起。共度良宵，哎，我只是请你去帮我看房子的。啊，你是叫我看房子的？哎，你答应了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，谢啦，拜拜。你敢懂没？啊，那你刚才跟我求婚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那只是练习练习。哎呦，你不知道吗？熟能生巧的。哦，你叫我懂这七眼片呐？哎呦，珊珊。我们都是邻居嘛，哎呀，互相切磋一下，哎呀，双方都会进步的。哎，拜拜。糟了，糟了！哎，什么事情糟了？哎，戴帽官呐，你看看，头上有一道黑光啊！黑光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头上。哎呀，会跑啊！哎呦，这个会跑的地方很毒的，吃面过重的好毒哦！真的？哎呀，我骗你干什么？这个头上有黑光的人，这个月是不可以出门的，要关在家里面，而且啊，不能去看心爱的女人呢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！哎呦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有够怂啊！就不要卖关子了，你告诉我吧。不行不行，这个天机不可泄露。我跟你讲了以后，连我自己都有事情。哎呀，这样，珊珊，说嘛。
说嘛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为了你，我就冒险一次了。人家说这个头上有黑光的人，不能到外面去亮相，一亮相的话就会有跌打损伤，而且啊，一辈子坐罗汉塔。啊，真的？哎呦，信不信由你啦。哼，你少唬我了，我只听人家讲啊，这个月啊要想尽办法向心上人求爱，我可没听人家讲啊，这个月要躲着心爱的人。好吧，那你就去试试看吧。到时候你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哦。真的。你要敢不敢做贼？我去拿行李帮你。老朱啊，跑来这边干什么？老朱啊，老朱，好家伙，有个同伙，睡得蛮熟的。哎，还喝我们的可乐。棒棒棒棒，一次打两个，我真是身手不凡啊。是俊孝，完了完了，那他是不是他们家的朋友啊？我操，我要惹祸了。跳动着同样的节奏，现在走着同样的道路，未来还是个未知数，让我们充满信心的胸怀去面对我们的未来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。